今天我们来学习这款很漂亮的一个图案，十生一束花。然后十生一束花，花型错位编织，你学会一组花以后，整个毛衣的花型你都学会了。它是这里中间这个眼织的中间是有个镂空的啊。你这个镂空我跟大家讲解一下，你线放松一点，这个镂空眼子就会大；你线放紧一点，这镂空眼子就小。好，大家放眼子的线的松紧最好一样的大小啊，这样看起来更好看。你看，好，下面我来讲解这个花型的编织方法。好，下面我几针起好了以后，我织两束花。下面我们来把花型第一行先织，花型的第一行我们就织反针啊，整行织上针。第一行到第三行我们再来织花型，第一行是先织整行上针。上身的织法是一个七组编织。好，整行这样织过来啊。好，第一行我们织完以后，第二行织也是反面，是整行上针，因为我这里是片织，第二行是上针。如果你是四根半针或者循环针织，那么第二行你是织下针。我这里是片织，所以说第二行我也是织上针。好，这里我们织快一点啊，快点把这整行织完。好，第三行我开始织花型。第一行第三行是正面啊，一三五是正面，二四六是反面。好，先织三针下针，一二三。好，这里是编针，然后一二三，三针下针。然后我们现在织花型，三针下针织好以后，我们现在要七针合并为一针。七针合并为一针不好织，所以说我先把三针划过来，不要织这三针。好，先合并四针，先合并四针啊，七针一起合并。如果你觉得好并的话，你就七针一起合并。我现在先合并四针，织四针啊，线包拉紧。好，四针把它合并以后，好，合并好四针滑下来，然后我们再把三针滑过来，四针、五针、六针、七针。好，这里我们七针合并啊，你看啊，这里编针一二三，三针不动，它七针合并。这里是十针一束花啊，然后好，把这个线放松一点。然后呢，后面有一个挂线，有四条挂线，这条挂线我们提起来，提起来以后，好，把它和这一针合并，合并为一针下针，把它合并为一针下针。然后呢，这里有两条线了。好，这里就是我们织的眼织的问题，眼织的地方就这样织的啊。好，现在有一针啊，七针合并为一针，然后我们挂线过来。好，这样挂线过去空加了一针，再织一针出来，现在三针，再挂线过来五针。好，继续挂线过来，再织一针过来七针。我们把七针合并为一针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再把它七针织出来，所以说针数不变，一样的是十针。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一样十针不变。好，我们继续这里，第一束花就织好了啊，分好了。第二束花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现在一样的，你可以先合并三针，也可以合并四针啊。好，把四针换过来，那我现在再合并三针，三针我觉得好合并一点。三针合并好以后，看我们这位置，三针合并为一针，这样划过来以后，再把四针跨过去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
是，好，这样七针合并为一针就好了。好了以后呢，我们把这一条后面有个挂线这个位置把它抽过来看啊，然后呢是这样合并织一针下针，好，合并织一针下针以后，在这个位置两条线的位置把它提起来挂线过来加针，好，三针五针挂线过来，然后再七针，好，这里一样的丝数七针来，好，这里要有三针，两头要对称嘛，左边右边要对称啊，如果你卷自己来的话，这里就是下一组花了。好，现在第一行我们就做好了，第三行啊，这里是第三行，第四行，第四行我在反面我丝上针，如果你是卷起来织，第四行你是丝下针。好，这里加针的地方我们一样的，你看反针编织，一针一针的来织，好，七针织好反针以后，好，我们继续，继续把这七针慢慢的织啊，一针一针的织。好，这里省行反针织好以后，到第四行织好第五行。好，第五行我们就织，在正面我们丝上针。好，第五行编织，好，这里一样的啊，这样我们把这行花型就织好了，这样看起来就很简单，是不是？就是合并眼织的地方稍微复杂一点，其他的地方织起来都是正针反针正针反针的编织。好，第五行织好了，第六行，好，第六行我们也是丝反针，如果你是卷织你是下针，好，正行继续把第六行织完，好，第七行，好，到第七行我们的这个眼织的花型错位编织要在这个位置啊，在这里，好，我看这里我们怎么去织花型，第七行编织方法。好，这里我们就不织花型了啊，现在有八针，看啊，是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六啊，七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这里有八针，如果你卷起来是你一样的啊，是隔三针针是一个花型的，因为我这里是片织，所以因为这里不够一个花型了嘛，然后这里是编针，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针，然后我们来是第错位编织，是第二组花，然后呢我们先把织针挑过来，好，织针挑过来就在这里花与花子中间这个位置调过来以后合并三针，你可以七针合并的话你就一起七针合并啊，我这里七针合并我不好合并，所以说好，三针合并好以后四针挂过来，一二三四，好，
啊，线稍微拉松一点。好，四针以后，我们这后面一条线，花裙子一样的编织方法。好，然后呢，画过来，然后把它合并四下针。好，四针下针以后，这里有两条线，把它提起来。好，加线绕线过来加针。好，这样子这里有三针、五针，再绕线一次，七针。好，这里我们就织好了，往这边继续织下针。好，反面编织第八行，第八行我们继续织反针。如果你卷起来织，你织下针。到这里，既然织毛衣的朋友都看懂了花型怎么去编织，怎么样做位，花型织法都懂了啊。新手的话都干两遍，都学两遍就可以了。好，这里慢慢的把这七针反针织完。好，第八行织好了。第九行我们这次以这支省行的上针，第九行正面省行上针。好，这样哦，九行，第九行织好以后，我们两组花都讲解完了，啊，这样自己大家都看懂了，大面积编织起来就非常好看。你看，好，今天的花型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大家还有不懂的、不理解的，在我评论区上面留言。